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姐频道。又到了 Costco 每周特价商品详情介绍的时间，今天我们重点介绍 Costco 店里一些高性价比的热门打折商品，希望这些信息能帮助到大家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Vitamix E520 破壁机，预设冰沙、热汤和冷冻甜点三种程序设定，主容器64盎司，约1.9升，带有两个22盎司的玻璃杯，十档变速带手动脉冲，整机7年全保，原价499.99，目前优惠150元，折后349.99，有效期至12月31号。三星洗衣机和干衣机本周店内都有折扣，洗衣机容量5.2立方英尺，带蒸汽洗功能，干衣机容量7.5立方英尺。这款洗衣机和干衣机不仅可水平摆放，在设计之初还考虑了垂直叠加放置的可靠性。原价都是849.99，目前优惠50元，折后799.99。三星24英寸不锈钢洗碗机，标配第三层支架，采用隐藏式触控面板，工作状态下噪音51分贝，原价599.99。目前优惠50元，折后549.99。另一款是 LG 的洗碗机，工作状态下噪音50分贝，原价899.99，目前优惠100元，折后799.99。iRobot J8 自动扫地机器人，带 WiFi 连接，可自动充电，自动规划清扫路线，避障和自动清空垃圾箱，采用了封闭袋来自动清空垃圾箱，原价899.99，目前优惠250元，折后649.99，有效期至1月4号，这应该是历史最低价。 Apple 第三代 AirPods 目前有特价，原价227.99，目前优惠30元，折后197.99，有效期至1月3号。惠普15.6英寸笔记本电脑，配有英特尔第13代 i5 处理器，8GB 内存， 1TB 的 SSD 硬盘，英特尔 X 集成显卡，还配有无线鼠标，原价899.99，目前优惠80元，折后819.99，有效期至12月31号。索尼公司推出的面对手机用户的智能游戏手柄有两个版本，一个是针对 iPhone 用户，一个是针对安卓用户，手柄内置了麦克风，并预留了耳机接口，两者原价都是139元，目前优惠43元，折后96元，有效期至1月3号。这款多功能桌子尺寸36×72英寸，桌面是坚固耐用的工程塑料，桌腿是可折叠的钢管，用来做简易的工作台面或者学习用桌接壳，原价69.99，目前清仓特价29.97。金霸王全系列电池本周都有不同程度的优惠，像常用的 3A 电池、2A 电池以及九伏的方电池都有优惠，电池可储备的时间很长，大家可根据需要适当囤货。整只的火鸡每只重约5000克，原价7.49美钱克，每只大约35到40元，目前每只优惠15元，几乎是便宜了一半，性价比很高，所以很多朋友都在忙着采购。整块的沙朗牛排16.99美钱克，位于牛后腰脊，靠近背部，嫩度适中，油花较少，牛肉风味适中，这个部位主要是性价比高，味道和口感肯定是不如肋眼牛排和纽约客牛排。牛排的一侧带有一层脂肪，目前每袋优惠8元。鸡尾虾27.99美钱克，已经去皮去虾线煮熟，配有柠檬和蘸酱，每盒约23元，目前每盒优惠5元。KitKat 冰淇淋每盒20只，
原价18.99，目前优惠4元，折后14.99，有效期至1月7号。野生的阿拉斯加比目鱼鱼柳，每袋18块，重1.13千克，每块独立包装。鱼柳是生的，吃的时候用不粘锅煎一下，或者用烤箱烤都可以。原价19.99，目前每袋优惠4元，折后15.99，有效期至12月31号。法棍面包，每盒20个，每个150克，吃的时候烤箱预热至375华氏度，烘焙5到6分钟即可。原价12.99，目前每袋优惠3元，折后9.99，有效期至12月31号。星巴克维罗纳全豆咖啡，每袋重1.13千克，采用100%的阿拉比卡咖啡豆深度烘焙而成。这是一款美味易饮的咖啡，有烤箱的甜黑可可味，冰天雪地一杯咖啡能让您在寒冬中感受到丝丝暖意。原价26.99，目前每袋优惠7元，折后19.99，有效期至12月31号。橙汁一箱4瓶，每瓶1.89升，采用新鲜橙子榨制而成，没有添加糖或者水，100%纯果汁，有两种口味，一种没有果粒，另一种保留少许果粒，两者价格相同。原价16.99，目前每箱优惠3元，折后13.99，有效期至12月31号。巴黎欧莱雅维他命 C 面部亮白精华液，一组2瓶，维生素和水杨酸成分有助于提亮肤色并缩小毛孔，可在1个月内使肌肤明亮2倍，毛孔缩小2倍，帮助展现更明亮、更光滑、更年轻的肌肤。原价54.99，目前清仓特价34.97。健美生维生素 D 3钙片，每瓶375粒，钙片采用优质天然 D3 配方，可提供1000IU 必需的阳光维生素，帮助身体吸收钙，促进牙齿、骨骼的发育和成长。原价15.99，目前每瓶优惠3.5元，折后12.49，有效期至1月7号。好了，本期的 Costco 特价商品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，请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看到我的及时更新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